看看能不能亲下去就好了。我今天看能破到亲下去吧。可是杨家你是里面的人吧？那没有你的话不会成功的啊。那就是说休假的时候，杨家也露营了。那说要永久保存，还是希望他露错台呢？啊，有小优呢。啊，真亏你能看，杨家没问题吗？什么？嗯，以左为媒的活动啊。なんとか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。嗯，怎么说呢？总之现在要先调整一下了，之后好了会跟你说。そういうユウ君は何してるの？那小优要做什么呢？我要读书吧，来读读稻上村的历史，全部把它背下来。也许是受到香野姐的话吧，现在正在努力的读书。就是说，因为部长的改了很多嘛，有些东西好像加了些内容，有些东西不自然。也就是说，不读原文恐怕不知道了吧？敢跳过绘画让你看毛啊？你更不知道他在演些什么，好吧？上过厕所，你跳过对话，你更不知道演啥好吗？哈，杨家也读书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我是在里面的人。杨家你也辛苦呢。喂，别念了啦，跟我一起玩嘛。按错了。あとちょっとで出ないといけないし、僕に構ってよ。来玩一下就好了吗？你不用，你不用身体堵着我好吗？ユウ君なら別にいいもん。最近つけてる変な匂いも上書きしないといけないし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是小优嘛。你身上有股最近有股奇怪的臭味，我要把那个味道盖过去。安安，奇怪的臭味，你是说香野姐的味道吗？そうだよ。对呀、僕らの間にいきなり割り込んで年長者面するんだもん。就趁隙而入，那些年纪大的。僕とユウ君の間は誰もいちゃいけないのに。あの人ってずずしいよね。在我跟小优之间不可以有谁在？难道那个人有什么企图吗？杨家凑在我的身体旁边，在耳朵旁说话。僕、ユウ君が喜んでくれ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る。我是为了让小优开心所努力才努力的哦。ユウ君、僕らが本気で喧嘩するのが嫌いだよね。ムカッとすることがあっても我慢してるんだよ。嫌なことがあっても我慢してるんだよ。小优啊，如果我们真的吵架，你会生气，对，你会讨厌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我才努力的忍耐哦。我这是不想被你讨厌，我才努力忍耐哦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小优不会讨厌他，早就把球棒把另外两个人头打得跟面饼一样了。ずっとずっとそうしてるのに、夫での女が割り込んでくるなんて。変だよね。ありえないよね。ありえないんだよ。一直这样跟一堆女人晃在旁边，太奇怪了，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接受呢？ユウ君、僕だけ見てよ。きっとずっとユウ君が気に入る女の子でいるから。小优，一直看着我就好了啦，一定还有别的人会喜欢小优你的。好像恋人一般的声音在求着我。他是不是感觉到了香野姐的威胁，还是什么？还是单纯的只是想说这些话，搞不懂，所以我只好这么说了。那你 Yun Deu Dai， 你说什么啦？喵喵，他还觉得很害羞。杨家，你是不是搞错什么了？不管是香野姐还是我，但是，好了，差不多是时间了，我要走了。跟我一起来，跟我一起来，可以一起去吗？今天蛮闲的，就是说，你就拿着娃娃装吧。ユウ君が来てくれるのなら頑張る。小优会来，太好了呢，真是现实。ユウ君は僕の特効薬なんだもん。小优是我的特效药。但是香野姐的话恐怕就是毒药了吧？平常还保持着均衡的三个人一口一口气知道了一个更大的警戒存在。这就是当有共通当你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，这样讲不对。当有更大的敌人之后，三个人就会联合起来了，三国合力。
咦哒哒哒，总觉得这个口头禅超低能的。拜拜拜拜，本当に投げた，真的会丢呢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真的接住了。伊佐卫门帅啊，帅呆了啊！伊佐卫门的公式角色活动第一天啊，这孩子们很有人气呢。哎，不过啊，本来想说奇人气，但是附近都只有小孩呢啊，看来知名度不够高，那大人只会瞄两眼。明明在商店街就很有人气的说，好厉害，真的是在小孩中特别有人气呢。那今天虽然很凉啊，但是我也进不进去呢，这个尺寸只能看着他吧，爸妈加点油吧。咻咻，哇啊，热死了热死了啊，这样解放出来真是舒服呢啊，果然在穿着娃娃装真的热死了呢。那、啊、还有结束了一半，那、啊、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到了冷气房休息休息，喝点水。要吃什么我去买给你吧。现在没有食欲呢。不可以不吃啊啊，你还要等一下还要动呢，至少要喝水吧。那我要吃小优的亲手料理呢。吉祥物是骗侠，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耶，是我的话一定也会过去看的，是我一定也会看，我还会想摸，超可爱的。啊，别说了，那、啊、哪有时间做啊？僕愛情を感じたい。ユウくんに愛されてるって実感が欲しい。我想要感觉爱情，我要感觉到小优的爱情。グリグリグリ。啊，不要弄我肩。弄我了。あの女の分だけ減ってるんだもん。因为对爱情饥渴啦，因为被那个女人，因为那女人所以减少啦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啊！昨天还有剩的，我拿一拿给你吧。耶、yeah ！那午餐那面包就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弄给你。走好。今天的杨家是公主呢啊！总之就只能这样了。辛苦了，累死了。途中で子供もいなくなっちゃうんだもん。張り合いがなくて疲れちゃった。觉得到一半就没小孩了，嘛就是这样了。第一天的活动结束了，嘛总之先回去吧。就是说嘛，反正就是有些压力就对了。然后每一次商店街活动结束都还要带着娃娃回去，真麻烦。そうだよね。也是啊。总之在商店既有人气，只要做点事情应该还是行的啦。然后我就摸了摸他的头，杨家加油，你一定会很有人气的，别急。啊，嗯哼哼，什么？小优能鼓励我真开心啊。优弟，杨家、你干嘛那么震惊？可以吧？应该可以看吧？重整看看。啊，声音转过去啊，那边是香野姐在那里啊，她就靠了过来。どうにか間に合ったわね。总算赶上了呢。香野姐，今天你不是放假吗？若い子を引っ張り出して働かせてるのに、私がゴロゴロしてるだけなんて。你们这些小孩子在这边工作，我怎么能够在那边闲晃呢？本当はお昼に合わせて。其实本来是想中午就过来的，只是不小心睡过头了啦。啊。香野姐手上拿着两个大提袋，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，交给了我。这是什么？手作便当哟。手做便当哦。啊。夕ご飯に食べてちょうだ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便当啊！如果妨碍的话，你们就当晚餐吃吧。完了啊！你什么时候不拿，这时候拿？啊，谢谢你，难得放假还特地做，辛苦你了。気にしないでちょうだい。さっき言った通り、普段はゴロゴロしてるだけだから。啊，就是你说的嘛，反正平常我也在家里闲晃。よかったな。はるかちゃんも食べてね。可以的话，杨家也吃吧。料理は得意なの。还蛮擅长料理的哦。はい。本当、入れ違いにならなくてよかったわ。啊，还好，还赶上了。これで家に帰れるわね。还以为你差点回家了。你要回去了？你才刚来，不是只为了拿这个给我吗？他の用事はないもの。不
二人の邪魔をしても悪いしね。因为没别的事嘛，我也不好意思妨碍你们两个了。哎，不是啦，我们两个不是。いいのいいの。今後とも伊左衛門の活動をよろしくね。没关系啦，之后伊左卫门还有活动嘛。小孩子的头都比较大颗啊，人的头比例是差不多的啊，人的头大小都差不了多少。真的是为了拿便当的，真有礼貌，真是的。まあいいか，反正拿来了，这样可以刚好给晚餐加料呢。それ、僕が持つよ。那个给我。啊？并不重啊。でも着ぐるみも持ってるよね。それだと両手が塞がっちゃうから。但是你不是要拿娃娃吗？这样你两只手都没空出来了。虽然你这么说，杨家你不是也拿着娃娃头吗？你这样拿了便当，不是两手也都堵住了吗？だから。今日付き合ってくれたお礼だよ。今天是你陪我的谢礼。楽してほしいな。想让小优开心点。まあ好吧，交给你吧。啊，算了，也没什么拒绝理由，まあ就把那个便当给了他。早く帰ろう。快回去吧。ゆうくんの手料理いっぱいお持ち帰りしたいな。拿小优的手料理回去吧。愛が詰まって気にしないもん。啊，他说要优要做料理给他吃嘛，就说期待小优的料理。啊，就说反正就说我不会做什么特别的，就简单的料理，别太困难的。ダメ？还有出你要出困难的料理吗？不行吗？就说不要太难就行了。最喜欢了，那、啊、真是的，不要追加哦。我也觉得田地等一下会假装跌倒把那个料理丢了。杨家，你不好好走很危险的。大丈夫だよ。放心啦。見た感じ車は通ってない。没有车子会在这走呢。这个时候是没很多车了，但是危险。哎呀，啊！正当我说的时候啊，一台车冲了过来，很明显的它超速了。那道路明明啊并不宽，哪会撞到也不奇怪。这超速了吧？真是的，还有小孩子在呢。啊，若是没碰到撞到杨家就惨了。啊，再怎么运动神经好，两只手塞着东西也没办法好好闪避吧。大丈夫か？怪我はないよな、没受伤吧？ハルカ、俺の声聞けるのよな？你们听到我声音啊？お弁当。啊。落としちゃった。便当掉了。仔细往前一看，啊，便当掉了，而且还不只是掉了而已，还被车子撞得远远的。里面的东西大概也不能吃了吧？なんだそんなことか、居然。でも、あの人のお弁当。但是那个人的便当呢？啊，你平安无事就好了。刚刚都吓死我了呢。反正一开始何にもなかった。啊，反正说这就说便当的事情，我会去道歉的，你别在意啊。谢谢。但是真的没事吗？啊，你没受伤吧？ゆうくんが守ってくれたから大丈夫。小优保护我太好了。但是，啊，真是吓我一跳！交通事故是很容易就可以杀人的，就跟我双亲那天被撞死一样，所以说我才不原谅那些开车的人。啊，如果刚刚的人说连做了什么事，我一定会。どうしたの？怎么了？哎、欸、じゃなくて、ぼーっとしてたよ。不是什么的，你怎么发呆了？啊，悪い悪い。因为那车的关系，好像寿命都缩短了。啊，もしも子供だったら、かすっただけでも大事だもんね。啊，如果小朋友在就糟了呢。啊，我们没事就好了。嘛，万一受伤就对活动有毛病有问题呢。ゆうくんは僕より伊左衛門が大切なの。啊，小优比起我更在意伊左卫门呐、啊。笨蛋，当然是你比较重要啦。哦。啊，没事就好了。啊，他就说，啊，他就把那个手提袋捡起来。啊，急に足首が痛くなったかも。他刚是说你脚没受伤就好了吧，不然本来要背你了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如果脚受伤就只好背你了。他就说啊，我脚好痛，突然脚好痛哦，走不了路了。是，慢慢走吧。啊，本当なのに、ゆうくん、おんぶして。真的啦，小优抱我抱背我，你不要装病好吗？ゆうくんのケチンボ、おんぶされて帰りたかったのに。小优小气鬼，背我啦，背我回家。好，就不理他，继续走回去。
那为了以防车啊，就是说小心点。没事，太好了。那虽然没有便当可以吃的，不过算了。じゃあこの際お姫様抱っこで。那么公主抱，不行。啊。啊，公示活动开始已经一个礼拜了，事务所的表演还在继续。那虽然不能说人气大爆发嘛，不过哦，看了看那个，就是说也没有，就说但是就是没有上街人那么多。然后看了看那个特设网页的那个计数器，也才四位数而已。嗯，再过来那该是被踢干那。性は良くないよ。那什么？刚没看懂，反正他就说，反正市公所还是要有成果的吧。他说想要为市公所做点成果，然后你是为了他吗？为了那个人吗 ？Deyuga， 应该倒不如说是为了杨家吧。学员季结束，我们总算应该解放了吧？嘛，就想说在那边弄那些东西，就是说想要帮杨家简单请负担，就是不想让他继续辛苦了。到吧，传达到吧。啊！我的思念到小优那边。出现啦！五打席连续全垒打。啊！如果你早点进正式部员就好了。真不愧是杨家呢，倒不如说杨家以外的人做不到呢。嗯，因为一左卫门的活动，我们他还是去常常帮其他的人。那。真是超强的电池呢，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呢？啊，可以马上用的呢？難しいですね。太难了呢。是没有啊，是非常直线没有错啊。那些只是单独的事情。ローカルニュースの枠ですが、伊左衛門の発表会はテレビで流れました。きっかけとしては十分です。有了地方新闻，也有发表会，电视上也有发表会，应该很够啦。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、注目を集めるほどの効果が出ています。但是却没有很大的效果。つまり、也就是时机点不对吗？ただの発表会じゃ効果も薄い。单纯发表会效果不够好吗？今ではどこにもゆるキャラがいますからね。因为现在不管哪里，到处都有吉祥物嘛。原来如此，啊。就是说跟学员季的时候效果不同嘛，就是很多人就是不见得会那么注意啊。总之啊，如果不让他在全国网站上公布的话，就难了。要想的话，真麻难呢。结果还是还没什么好主意，就维持现在吧。啊，对了，虽然跟刚说的没关系啊，稻上村历史那本书在哪呢？部長さんが翻訳し終えたので。今はうちにありますよ。部长翻译完了，在我家里呀、啊。那好，可以借我吗？別にいいですけど。是可以啦，为什么呢？いきなりどうしたんですか？我想要读一下书嘛、啊，不是想要看部长的翻译，而是想要知道正确的内容。怎么了吗？难道说那本书不好，有问题吗？いえ、江戸時代の文章は現代文と似た部分もありますが、やはり。専門的な知識がないと難しいので、因为江户文章跟现代文相似部分不同，那没有专门的知识读不懂的。しかも昔は、而且以前还是用毛笔写的，现代人恐怕也看不懂那文笔。現代人には読みづらい文体で。确实呢，啊，在电视上看过嘛，那些字长都不一样，只好拜托部长翻译吗？お貸ししますが、どうしますか？就是这样，还是可以借你，要吗？总之挑战看看吧。わかりました。知道了。那下次我会拿过来的。たったいま。回来喽！啊，真早呢，比赛结束了。僕の満塁ホームランでコールド勝ちだよ。因为我的满垒全垒打，然后就直接把这张扣干了。耶、yeah! ！了不起。だって試合だもん。練習とはいえ、手を抜いたら失礼になるよね。因为是比赛嘛，如果留守就太失礼了。两家如果是正式部员的话，就，哎，觉得对方真可怜。みんなは何してたの？大家在干嘛嘞？伊左衛門がどうすれば有名になるか話し合ってたんです。在想如何让伊左卫门更有名呢？
思い出してしまったって顔してる。好像想起什么呢？还是当事者吧。别在意啦，杨家已经很努力了。上機嫌だね。そうかな。最近伊左衛門で活動してばかりだし。他说最近有好多伊左衛門的活动，好累呢。その割には顔が緩んでいますけど。不然这么说，可是好诡异呢。装傻。言えない。最近市役所でパフォーマンスしてる間、ユウ君が付きっきりになってくれるなんて。絶対に言えない。说不出口。最近在市公所表演的时候，小优都陪着我，说不出口，不能说。だってその間はユウ君を独り占めできるから、落ち込んだ時は優しくしてくれるから、あの女からも守れるから。要独占小优一个人，然后避免被那个女人从那女人中守护小优。この間に二人を出し抜いちゃうもんね。そして最後にはユウ君と結婚。然后呢？最后小优就只属于我的。というわけで、伊左衛門を有名にする方法を考えましょう。想想看来伊左衛門有名的方法吧。妈，好像在哪看过呢？他们两个人啊，把他绑起来了。总之，妈，我们能做的也有限吧，没什么能做的。真的吗？全国区で有名になればいい。メディアは必ずしもテレビや新聞で。那全国有名的话，就是用媒体啦，或是电视啦。使用第三者媒体的话，也可以提高我们的知名度。有尝试的价值呢。灵光波动拳是幻海是吧？最近ではよく使われています。最近很多人用呢。第三媒体那是什么？ユウヤもよく使っている。ユウヤ也有在用哦。是现在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，是什么？手机吗？不长纸的东西。第三媒体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这个。啊，就是这个电脑。网络吗？是谁都会用的媒体。我知道了，那就把这信息发出去吧。取得了那个香野姐的许可，那可以更新特色网页。啊，为了以防确认一下手机，但是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只能找找看新的方法喽。也是呢，用部长的作业。哦，他们就说。就是说，在道上是有在道上是出没的伊左卫门的一些奇形种，不是啊，就奇形，就大家到处跑来跑去，然后用手机照片，然后放到某个网站上啊，把这些照片放出去扩散，然后最初会被别的网页用吧，别的媒体用，然后就会有名了，可以试试看吧，也就是自演椅啊，自作自演椅。苦虫を噛みつぶしたような顔をしている。啊，就说。虽然是邪道嘛，不过成功就好了。その心配はね。他说：“那谁来拍呢？我们跟在后头拍吗？不用担心。”こんなこともあろうかと、半年前からダミーメッセージを投稿しているアカウントが十数個ある。ここから投稿したら絶対に怪しまれない。好，拜拜。他就说你不怕你的那个账号有问题吗？没问题的啊。半年前啊，我就为了发垃圾信息已经。设了十几个账号啊，不会有问题的啊，准备的真好。写信をアップロードするアカウントも伊左衛門の位置を知らせるだけ。審査から除外されたら、他の投稿者の迷惑にはならない。私たちはただの火付け役。我们只是负责点火罢了，有也别担心。啊，我不担心啊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呢。话说回来，你刚刚那是不法发言对吧？高度な情報戦略。这个是所谓的高度情报战呢，真不想说。大丈夫だよ。可以的。僕がとびっきりの面白写真を撮らせてみせるから、そしたら。你可以拍下我在那边跳起来的照片，这样人气就会提升了吧？まあな。だったら僕に任せて。交给我吧。啊，这是里面人的任务。立派に勤めてみせるからね。まあ、虽然有点担心、まあ不过就好吧。そろそろ始めませんか？人が集まると。逆に撮りにくいですよ。如果是人多了就不能摄影了，也是呢。目指すはピューリッツァー賞だよ。目标是普利兹奖的喽。啊，别说那些没用的话了。啊，抱歉，突然请你一下。いいよ。没关系，刚刚我就听说了。さっき話を聞かせてもらったから。啊，谢谢你啦。啊，可以。可以拍个伊左卫门躺着的动作吗？
もっと美人さんを連れてきた方が写真映えするだろうに。まあ拍一左卫门跟着美人不是更好吗？まあ因为要让一左卫门是男女老幼都有人气嘛。そういうことなら仕方ないね。话这么说，好吧，没办法了。那要摆什么呢？全国デビューだからね。是全国的程度对吧？这种时候要用这个 taxi 是领带吗？特别的领带，哇，金色的领带、啊。感動した。好感动。素晴らしいセンスです。了不起的感的那个 sense， 真的吗？見ろ、いざざざ。そうそう、就是这样，继续丢。洗練された動きですね。特訓したとはいえ、行動真了不起。無駄が一つもありません。就是完全没有浪费的行动。部長さんも身代わりを務めていましたけど、やはり練習されたんですか？虽然部长说代替，果然没有练习吧？痛，好痛。はい。什么？何が痛かった？好痛。痛かった。好痛。すみません。抱歉。聞い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。看来我听到了不该听的事情。あ、でも部長有没有练习丢棒棒了？伊左卫门。いつものあれやってよ。那个。いつだ。あ、要拍照呢。没办法拍。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没关系啊。子供と戯れる姿も人気が出ると思いますよ。就拍他跟孩子们玩的那个人气吧，我觉得这人狗一体了。而以后可以靠着穿着那个洗澡、吃饭、睡觉都没问题了。也是，小孩子是最好的支持者，差点忘了。那么就拍一张吧。啊，こら，不可以拿人家的那个相机啦。やっぱりここは。还是这边，还是不能在这边拍呢。总之都拍好了、我的作战也很进行顺利、别太勉强了。总之摄影会结束了，那就搞定了。可不可以提升知名度呢？我要提哪里？我也很在意反应怎么样呢？难道说已经是全国了吗？真不愧是部长呢。呀呀呀，你们太乐观了啦。私の工作は完璧。我的工作是完美的。だよ。对，那个可能性是有的。十分にあり得る。那部长似乎很得意他的部分，我一开始就不担心了。那我来调查看看吧。いいよ。H G 的话就按住 Ctrl 啊，不然你们可以去萨卡欧弟找存档啊。好紧张，好紧张。どんな風に書かれているんでしょうか。是什么样的方式呢？私の姿が撮られていないか心配ですね。会不会拍到我呢？今頃は大勢のユーザーに拡散されているはず。用使用者呢。さりげない面白いゆるキャラアピールに。这一定是很好的、很好的那个很受欢迎的角色。あ、固ま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ねえねえ、ステマ。他说ステマ是什么意思啊？ステルスマーケティング。仕掛け人の存在や意図を。消費者に悟られないような手法によって行う宣伝活動。被标标记了，被那个网站标记了，然后说是那个，因为是一种行销手法。一般人を装った関係者。就是装成一般人，然后宣传商品，就是自作自演。要は自作自演ですね。其实我不常玩 HG 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很少玩那种东西的。不知道呢。啊，看来测试被击垮了呢。真不懂。啊。Stamai 的 comment 大概是开玩笑的，但是确实，但是确实没有散布的很广，恐怕这样子今天没法期待了呢。那才刚开始嘛，第一天也不会有结果的，就这样。我的作战。啊，好可怕！不要这样嘛。那以作战现在来看，搞不好会失败呢。总之要跟卡亚姐报告吧。我很努力的说。こればかりはどうしようもありません。所以，那这左右里说的也没错，部长一次失败，不用那么低落了。啊，之后再好好考虑吧，明天再扩散情报吧，也许明天就扩散了呢。我知道了，我觉得伊佐卫门真的很可爱耶。やっぱりここに果然在这。啊，
一个小孩子拿着手机。